一次命中注定的邂逅，改写了他的爱情价值观。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把我的蛋糕还给我，重新做一个给我。面对背叛的残酷，你要找社长吗？您好，夫人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你现在亲眼见到了，比较好吗？天赐的缘分。在等男朋友啊？不需要你管。被放鸽子了吗？尹世雅。那个新娘好漂亮哦。玄宇成。金泰勋。爱情是什么？朴檀熙。幸福跟不幸的。四人陷入了一场窝心的爱情角力赛。如果不跟我一起去，就放开我。在寻觅真爱的人生中，他如何找到最温柔的守护天使？你真漂亮，5月26日，星空卫视全国独家首播。